时视为欧洲几大联赛中竞争最激烈。然后杜比斯基然球打进了，要是接下来的比赛都这么踢，可就好看了。这是一粒手足刀般的进球，有时不多想反而会有好结果，这个球就是例子。不如打开冷静，门将无计可施。说他们原本有一些紧张或者不安的话，我想这个进球会让球员们如释重负。当然，前提是他们可以简单的选择深度防守。这是叶奇，守住刀板，再次打门。最后这脚打门能再精准些就完美了，他在球门正前方，好说歹说，这球应该进。一面是严密的防守，一面是毫无穿透力的传球，结果可想而知。萨拉赫，球转移到了右侧。佩德里，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试图快速发动进攻。好，漂亮！他能完成射门吗？纳维尔·莫里纳传中，很不错的尝试，值得掌声鼓励。转身向后尝试打一脚，防守很灵敏，快速向门前推进。姆巴佩，莱万多夫斯基，他采取了保守的方式，这是一次非常强硬的拦截，将球传向后防，戴奇射向球门，格罗森精彩的扑救，选择回传，纳维尔莫里纳，这尝试还是不错的，可惜没有能够骗到对手，巴基反击，这个传球我火呆啊，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。莱万多夫斯基，莱万多夫斯基，哇！关键时刻上演精彩扑救。弗洛伊勒，球现在无人控制，争夺还在继续。马佩，莱万多夫，他选择攻门，双方都在追这个球。双方都没有能够得到球，有射门机会，能进球吗？全队上下不一样。德保罗，穆德森漂亮的扑救，现在皮球无人看管，他再扑一脚，这个球可以让他们安心了。两人惊艳的控球能力，球就像是粘在他脚上一样。中场休息的哨声响起了。好的，比赛进入到下半时，这一下算是制造了一些麻烦，不过对手处理得很好。一记长传，佩德里，赏心悦目的脚下配合啊，非常好，他还有时间调整，好进球了，直男丢篮，甚至失男失误啊，也许这个过程太过轻松了，哇嗨，球门打开，这种情况不射简直对不起自己啊，他的跑位很精彩，非常清楚的知
摧枯拉朽一般。阿什拉夫·哈基米，萨拉赫，头球出点，这球进了！他们已经换成领先点球，准备出点最重要的398，漂亮无可挑剔。争抢头球起跳的时间最为关键，稍有偏差就很难顶到球，这球顶得正好。他完成了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，毫无疑问，现在大局已定了。他们目前已经牢牢地掌控了局面，而对方的防线将承受进一步的考验。萨拉赫一记低传，他抬脚射门，这没有办法，被吹了越位，很无奈啊。这次进攻机会啊，其实是很好的，不过没能制造危险。这完全是本能的反应，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啊。佩德里，德保罗，阿什拉夫·哈基米，头球空门，反应很灵敏，哇，精彩的扑救！他在门前的位置那么好，想着这球是必进无疑，可惜莫名其妙的不中。这是足球，必须不留情面，同情不属于足球场。今天已经完全成了一边倒的表演了。哎呀，这攻势就这么被断了。挑传渗透，佩德里，胜利在望，现在只需要尽量控制住皮球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这球传得漂亮，他成功打门，打进球！一场血洗，又添一球，停不下来的节奏啊！好吧，我觉得这已经不只是面子问题了，这可能会给球员心里留下阴影。帽子戏法，这是我近来看到最佳表现了。他的动作非常敏捷，对方根本不知道怎么防他。整支球队就像得到了玄学的加持一样，他们已经势不可挡了。接下来两队的比分可能会被继续扩大，时间到了，这是一场精彩的进攻战，他们完全掌控了比赛。即便姆巴佩打进三球，这场比赛将成为他的